好，那欢迎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春节联欢晚会。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了，今年的春晚啊，漂亮的姑娘特别的多啊，你像小品啊、唱歌的、跳舞的，那怎么样能让这个舞台上漂亮的姑娘越来越多呢？只能靠我了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再请出几位漂亮的姑娘来，有请来自中国香港的容祖儿，中国澳门的余翠芝，中国台湾的林志玲，还有中国内地的李小冉。那今年是兔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吧，所以我们要兔年说兔。那这样给他们每个人起一个跟兔有关系的名字啊，你叫小冉兔，志玲兔，志玲兔，翠芝兔，祖儿兔，我就兔爷。嗨，好，开玩笑了。那他们呢，都带来了给观众朋友的兔年的吉祥礼物，来说说吧，你们这个礼物的意义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容祖儿，今天我带来一个白玉兔，希望大家在兔年叫好运，然后多拿红红包过肥年。多拿红包过肥年，吉利啊！来，翠芝。大家好，我是翠芝。那这一次呢，我就带来了上海世博会里面澳门滚的宫灯兔，那预祝大家2011年吉星高照，谢谢。好，谢谢志玲。是，大家好，我是志玲，我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布袋兔，希望在新的一年为大家带来幸福。哦，那小冉，你带来什么礼物呢？大家好，我是小冉，我给大家带来的是一幅特别可爱的动漫兔。我希望新的一年，所有朋友都可以开开心心、快快乐乐，忘记所有一切的烦恼。所以祝大年大家兔年吉祥！哎，借小冉的吉言呢，让我们共同祝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兔年吉祥。好，接下来呢，请欣赏由冯巩、牛莉、宋佳、刘金山带来的相声剧《还钱》。尊敬的各位领导。